场之后呢，选择一波非常慢速的进圈模式。但这波如果跟尼玛打太久的话，可能就不太好进了。I shot that grenade。而且这两个队我觉得都打挺久的。要知道现在已经是机场最南部的一个圈型了，而你们两个还在圈外面去打这个架，但是能拿这个分还是能拿到比较好吧，因为现在你也不知道圈内什么情况。关键你阿森也不知道这就是 GRS 啊，对吧？是。哦 ，1v1v2。对，但是尼玛说实话，这个血量还有啊。哦。不会。哦。哎呦！尼玛这里完成了一波一穿二。尼玛这个一出，DRS just clapped SMG. And SMG clapped L.